情侣的后备箱摆摊是种怎样的体验？后备箱摆摊这能赚钱吗？肯定是败钱了。苏开整，这过程真的好治愈啊。正好是年轻的温度，温暖舒服，吵醒了闹区的树木。三个朋友完成，准备出发。幸好 SUV 呢，我都买了我们自做的，要是两门的，东西多的时候都放不开，而且不管是坐主驾还是后排都挺宽敞的，上下车也方便。你跑第三，我家空间真挺大的，这后排可以放倒，以后可以当桌子用。整理一下后备箱小摊，差不多好了。我们准备冲向摊位啦！我们这台车全系都用 APP 远程操控的。这车续航是多少的呀？这台是200公里的续航，很多用了，也才不到6万。要是有更远出行需求的，还有313公里的配置。再多买一针，是不是又比这一辆车要钱了？那就太酷了！开张，这一份是给他们试吃的。小苏嘛，小苏。有没有人来买呀？真招来了！对。又一位客人是吃粥，好吃。粉丝小姐姐说想合影，是可以配合。啊，那我们自己做。好，谢谢。有没有纯抹茶味？抹茶。晚上我们回去可以看热搜。哎，九块多少钱？告诉你，反正以后苏老板在你混了，走吧。抖音。